那个，挺晚的了，今晚你就在沙发将就一晚，明天去上班也方便。行，那我就睡这儿。他是摸鱼脑袋吗？改了台阶还不来给我道歉。不自觉也驻足在你的视线和世界，为谁绽放笑颜，在谁脑海转圈，一遍遍不疲倦，怎样收藏这种喜欢的感觉。如果明天也是今天，要不要此刻相约，别让我太思念。这种衣服只有在我在的时候才能出现，否则请把它缝上。